来，跟我讲一下上学第一天哦。上学第一天。好，走。来，走在前面。你走到那个礼堂那边，我等一下再在你前面，快点。一直走，走到上去。这些都是你的学长哦，在扫地，还有学姐。走啊，一直走就对了。啊，因为我在录你啊。好，那这样好了。这样可以吗？太近了，太近了。有。一年五班，赶快进去吧。啊，书包先放在后面，上课。好，包下。啊。哎，够一下。太重，要记得哦，你站起来就会向后倒啊。哦，好。上第一群了，应该都很开心吧？小朋友开心吗？开心。阿宝宝妈妈开心吗？开心。开心。对了，就上一年级了，就说你大姐可以到一个小段落了。哎呀，再来的小学阶段应该算是未来的学习过程当中最轻松愉快的了。嗯，因为将来国中、高中总是好，那今天就说那个什么，第一天开始，有些准备工作。是昨天就完成了，早上一来就说，哦，你都能懂就能了，我就还有一些还没发的写到重点故事，刚刚才发下去。啊，所以就说如果你没有拿到的话，你可以举手告诉老师一下。这个部分可能会比较主张让他们自己来拿饭菜，先准备一下那个全班同学的样子。够吧。另外就是，够吧，对。另外就是入伍金10元，这个入伍金就是，这个就是加入我们松鼠国小，然后学校有是代用品的，差不多是这有两个。然后你今天交了10块钱，在你那个一六年级毕业的时候，这个10块钱又还给你，就是退学金。所以老师现在就说要请那个什么家长就帮小朋友交一下10块钱，就现场收，现场。那三张还有的同学就是说，你考量一下，就是你要来参加的这些课程内容，然后你要订的话，今天就可以交300。餐具哈，餐具要带哪些？其实我们大概就会希望你明天就开始都带齐，练习带来。练习再来，这两周哈，第一周跟第二周，因为可能就是小朋友他还不习惯，就说打菜的方式啊，否则再来第三周开始，我们是要用打菜的方式。打菜的方式就是说，除了饭以外，另外还有三样菜啊，还有汤啊。每个星期二跟五会有水果。哦啊，因为可能就说他们可能不太习惯打菜的方式，所以我们第一周跟第二周是。用餐盒，也就是吃餐盒、吃便当的方式，每个小朋友是一个固定的量，一个固定的那个餐盒，让他们在学校就说吃完，吃1:55、12点的时候开始吃，然后用餐时间就12点到12点30。好啊，但是一二周因为比较不，第一周比较可能比较快一点，所以我们第一周是大概12点半，我们就会再到网球场集合。因为哈，第一周的时间，放学的时间跟第二周又不一样，所以我就没有写在小黑板上面。哦，我们今天是在教室放学，请家长来进来接
那明天以后，明天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二因为是全天课，所以我们明天下午本来是3:50放学，但是我们会提早10分钟，也就是3:40的时候，我们会每一班都带到健康中心前面的网球场集合，然后再请家长或是安亲班老师进来网球场接回去。好，那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都是中午12:30的时候会带出去，是12:40放学，但是12:30的时候，提早时我们就是提早10分钟带到网球场，然后再请家长或是安亲班老师进来网球场接回去。老师，不好意思打个岔，所以刚刚讲的礼拜二，您会带到网球场，我们再来接，所以小孩子势必是就要假使就要穿上雨衣，是不是？不然那边是不是会下雨？老师，那请您务必就是随一年级班级活动，那麻烦今天您有一年级课程的老师和科任老师，那麻烦你务必随班指导，一声报告。那个哈，就说那个今天哦，开学日等一下大概9:50左右，我们会带到那个辅导室前面有一个简单的开学典礼，也就是会赠送小朋友礼物。那个礼物里面哈，有2本书，然后一件雨衣，还有一份洁牙用具。那一份雨衣哈，等一下就说那个领回那个礼物之后，雨衣跟那个洁牙用具，我会请小朋友就说。当然就说那个家长，你们今天因为都懒了，你麻烦就说你们协助他替我们挑贴纸。雨衣跟洁牙用具嘛，雨衣是一定每天都要带在书包里面，洁牙用具是要放在学校，因为它是每个星期二全天用餐，以后是有天天用餐的小朋友终于都做洁牙的工作，所以洁牙用具贴好名条贴纸之后我会收回来，雨衣的话也是贴好名条贴纸之后每天都固定要放在书包里面，因为那个就是一种备品嘛，下面也是都要穿。但是因为哈，那个学校会发这个雨衣是，因为下雨的时候，你们要带雨具可以用。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不鼓励你们带那种折叠式的伞来，因为那折叠式的伞那个飘飘飘哈，很容易发生危险。因为就说曾经有小朋友就说有那个什么开伞的那个动作打到小朋友受伤的情形发生，所以学校是不鼓励的，不鼓励啊，但是。有特别需要，其实也不太鼓励你用啊，所以后来我们就想到一个折中的办法，就说麻烦你们就也给他准备一把折叠式的雨伞放在书包里面，因为如果下大雨的时候单单穿雨衣，其实应该是有时候可以，但是大部分时间还是会淋湿啊，所以如果就说你们可以的话，也可以帮他再准备一把折叠式的雨伞放在书包里面，好，这个就记得准备就可以了。那如果下雨天哈，通常就是我们会全班一起穿好雨衣，然后我就带到，像第一周的话，我就会带到网球场；再来第二周的话，我会全班带到外面的集合场地，也就是大门口外面各安亲班的位置，他们那个什么安亲班的那个都贴好了，这就是他们的接送区。我会带到我们1年5班的那个什么。的接送区，然后那个安心班老师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会来班上跟我们老师领回孩子。慢慢的，如果他们都熟悉了，就说带到大门以后，他们会各自到安心班的接送区去等安心班老师来接。这个是放学的那个什么放学的方式，跟接送小孩的方式。通常我们1、2年级的老师都会带到大门。但是就是因为第一周哈，因为都还不熟悉，就说我们第一周就先在网球场接。再来，即使熟悉了以后，我们其实也都会带到大门口去。所以就说那一份粉红色的板子，里面那个什么有部队的那个调查表，还有你所就读的安心班，那个请你务必要填写完整，因为我们会根据这个哈来做那个编排。那个编排，就讲这个吗？都贴完了哈，好，再把它装回去，全部再放回去。这个都代表，就说我们的自己的课程已经排好了。第一页有功课表，来，第一页有功课表。来借我看一下，
好。这都要留在学校，要不然放在书包里面。这个就说这个要保温，保温一年哦。再来，冬天的时候你要买那个长袖运动服，还有外套，还要缝上这个号码，不能够丢的哈，不能够丢。你们或者是请那个家长帮你保管好，我们要保管还要过一年，上学期跟下学期。然后拆开，然后粘在这里。哎，你帮我，这个帮我粘好。你的隔壁同学耶， yeah. 你叫什么名字？魏豪。以后就是跟你坐同样一个位置啊。你的头不要斜斜的，而且太近了。你已经快近视了，你不可以再近视了。我们大概昨年50哈才会带你去认识环境，啊，所以就说你现在如果想要上厕所的话，你看他设计这个，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来，你勾东西。来，看看。然后这个脚啊，你看这样子。怎样？哎，应该是吧。新同学，隔壁的同学。来，头转，小力的。好，再转。好，你就是这个位置了。到底你的旁边同学是谁呢？等一下，到底？你希望是男的还是女的？应该是女的吧。排座位了哈。哇，结果你本来坐在你旁边的那个偏到你前面。一定要，你实在需要它才喷得下去的话，那你可以把它装在你的水壶里面。水壶或是你的那个钢杯、保温杯里面都可以，但是就是要练习我们哦，很快把它喝完。哦，就说也不要，就说拖拖拉拉的拖了好久都还没有喝完。哦，因为你那个什么，又没有那个早餐，就是垃圾的处理的问题。所以就说希望你那些喝的尽量不要带回，但是如果你实在非常需要的话，可以把它装在瓶子里面、水壶里面，哦，像保温瓶那种安全的那个杯子都可以啊。如果你实在需要的话，哦，啊，但是九点半之前都一定要吃完早餐了，因为马上12点就要吃午餐了。好。那现在就说那个2:30，在10分钟之后，我们因为各班陆陆续续的啊，一班、二班、三班、四班应该已经先进行完毕，等一下9:50就轮到我们到川堂参加开学典礼。哦，那所以就说那个现在家长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就说提出来，或是想了解的也都可以说。好，那个请问一下那个儿童天地的那个本子啊，我们订购之后是。他打电话进来都可以，简讯。那如果你们要跟我联络，就当然是联络簿上可以书写。那万一就说那个想要很快找到我的话，我会随时注意手机。好，那再不然就说你们可以给我简讯，简讯就说我会尽快回你们。
对，那其他如果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还有就是说，我们每天晨光时间，那个只有星期四的时间，我们班会有一个晨光妈妈，她来教那个读经，就是一些生命教育的课程。读经妈妈她的课程很丰富，她都有做成那个什么，有做成她的一些自己的一些账号，所以那个是对，因为我跟她合作很久。那另外星期一就是我们老师要去开晨会，那如果你们我妈妈星期一要来教晨光教学的，好，9:50嘛，好，谢谢。就说要来教晨光教学的，可以啊，你可以私下告诉我。好，他那个晨光教学的时间是7:50到8:30，那有妈妈觉得就说啊，如果每个星期一都要来教，有时候可不可以请个假？可以啊，如果你不方便的时候可以请假，因为一整年全年无休。剪刀，因为这是危险物品。就是要你永远记得。好，来，二号瑞杰，
来三号国军，来，明天要记得你的位置是在这里哦，不要跑错哦。五班好，来四号鼎元，来五号荣凯，六号国良，七号永勋，来八号新庭，来九号明照，小心，十号瑞红，来十一号，好，来十一号是燕婷，十二号木泉，十三号浩君，好，来女生来妍希，好，妍希，妍希再来韩轩。好，来一个接一个哦，来你要牵着老师，来妍希来，好，妍希再来，韩轩，丁宇，好，佑希，好，炫奇，好，来炫奇，好，那有些时候老师可以随便出声，好，那老师说如果是在很想说那举手，还是点语就可以说，好不好？因为老师有说过，现在小朋友很棒，只要轻轻的说，他们就会做得很好，对不对？对不对？大声一点啦！对。然后第二次已经被拉走了。不要打我！你看我要打什么？好，来，这个是我们欢迎一点，好，好像你们是一年五班的小朋友，对不对？对。好，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午国小的老师，你要说。好，老师。啊，你们好棒哦！来，等一下呢，欢迎你们来到中午国小，我们要设计一个关卡让你们来挑战哦。那这一关呢，是学校祝福你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在这里读书哦。那等一下，你仔细看一下姐姐怎么做哦。你要跟着姐姐做，你才会过关哦。会带你们变成中国最小的学生哦。对，开始来。优异、健康、聪明、乖巧、勤学、勤安。然后做完以后，你们的老师就会在对面等你们了、哦。老师就麻烦你到对面去。好，来，来，那个男生，请你跟着排到这个姐姐的后面来。啊，女生，我们排到这个姐姐的后面来。哎，对啊，女生啊，跟她这个姐姐后面，好来排一排，哎，很棒哦，队伍排出来。哦，你还在走在后面，记得吗？没关系，没关系，还等一下再跳，好不好？来，好，预备，第一个预备，好。好，老师，我们先到后面。好，那你站稳脚吧。好，来，预备。好，第一个，很棒啊，第一个你挑战，准备，开始来，优丽。好了，开始你们这关，祝福你们。哎，那个还没开始。要说挑战成功。好。果然是状况很多。
很好笑。好，各位。第一个祝福是希望各位小朋友都平平安安，这个是什么？瓶子。瓶子，祝你们平平安安，所以小朋友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哦。好，再来。好，小朋友前进。来，这是什么？小朋友知道，这是什么菜？芹菜。好，来，小朋友，希望你们能够勤学啊，祝你们每一个都勤学啊，在学校能够上课的时候认真听老师说话，就像你们这样，每一个都很认真哦，眼睛都张得很大哦。那在家里能够好好的复习功课，好，再来勤学以后你会变聪明哦，小朋友好厉害，你会变聪明，真聪明，对啊。好，这对，这是痛。好，变聪明。好，你要勤学努力。最后，哎，再来呢？这是什么？扯铃。好，来，那个大哥哥来，好来运一下。乖乖。好来，这扯铃对不对？可以玩对不对？我们学校呢，重点发展，有发展这个扯铃哦，有扯铃队，上课的时候也会教扯铃。好，来，走。乖巧哈，啊，刚才说了这个扯铃是让你们都健康哈，因为你们要多运动才会健康啊。而且乖乖，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很乖，在学校听谁的话？老师。啊，在家里听谁的话？爸爸妈妈。对，爸爸妈妈。好，啊，那个等一下呢，前面这边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学校的大家长，是我们的校长，说校长好。好，小朋友好，欢迎你们了哈。好，这是我们的家长会长，说会长好。会长好。好，后面还有穿粉红色衣服的是爱心妈妈，说爱心妈妈好。爱心妈妈好。好，等一下呢，队长、校长、会长还有队长会送各位礼物，有书、有雨衣、有漱口杯、牙膏等。好啊，还有啊，另外家长会还会送一个那个神秘包，好，里面有十样礼物哦。好啊，那个收到礼物的时候要怎么样？说什么？谢谢。好，先要说谢谢。好，来，小朋友，来两个两个，一人一边。好，来。各位家长，我们10:20在二楼，只要是今天便宜有新的。恭喜你哦，吃饭了哈！哇！哇塞！你有拿漱口杯吗？哇，真的！啊，那是什么？啊，你有没有跟人家说谢谢？漱口杯，里面还有那个，那个礼物包啊，是不是？我也不知道，你以后拆开就知道。哎，有雨衣，哎，你有没有雨衣？雨衣嘞？哎，哎，为什么上楼了？对，可以录两个小时，一个电池可以录两个小时。档案格式也不一样吗？都一样。MP3，MP4。先不要传了。
哦，没有，这里是一楼。一楼。这里是一楼哦，记一下哦。记一下这个字，老师是。有时候那个。不是是。老师说你讲，这个字，这个字就是是。对啊。你是什么学校？你们这个是老师哈。丁香轩，你会念吗？那是什么字？哦。拜拜，拜拜。举手哦。这牙刷为什么是这种型的？
哦，分离式的、哦。没有，不是。是啊，是分离式啊，这要装啊。这可以拔起来，拔起来，然后就可以盖着了。还有，然后换边呢、啊？那你自己装，我只有一只手，没办法。对啊，这样啊，啊这样才可以这样刷啊。啊，不要用的时候收起来啊。还要贴姓名贴啊？还有什么礼物？还有什么礼物？哎，盖子和杯子都要贴姓名贴哦，因为这两个是会分开的东西。你可不可以来一下啦？这位是体育老师哦，体育老师，他要带他们去认识一下科任办公室在哪里哦。以后有时候要负责拿东西什么什么的。哎，乔颖，来一下。可以的啦，等一下就要回来。好了，人家有这个观念就已经哦，成功了。对，没关系。这谁的？瑞宏，来，瑞宏是谁？来，瑞宏是他。瑞宏好。哎，乔宇，我跟你讲，这个是，来，你来一下，这个拿起来。太好玩了吧！太好笑了。